学，请看四圣地品临次十诫第九段下方观月世界第三段看起苦灭圣地。现在我们把经文念一遍。诸佛子所言苦灭圣地者，彼观月世界中或名无极界，或名不可得，或名妙月，或名不可坏，或名无住，或名无量，或名广大，或名觉分，或名力然，或名无障碍。到这里是一段。苦灭圣地是除世间的果报，世间果报是苦啊，处世间果报叫灭啊，这个意思啊非常明显，就是灭苦啊。换一句话说，除世间果报啊决定没有苦的感受。它的名称呢也是无量无边。这个地方略举十种。第一个名称呢，无极界。极界是造作，是世间苦因呐、无量劫以来极界的烦恼习气啊，这里面有善，有恶，有无极。这个无忌就是说不上善恶，称之为无忌。无忌呢决定是躲在无明里面啊，善恶这个很明显的感受啊，出世间果报是清净寂灭，清净寂灭之因是彻底的放下了。放下什么呢？放下极界，极其微细的念头都没有了这个才叫真的放下了。灭谛学佛的人都知道，世尊在经教里面常常讲的一个名词叫极灭，叫圆寂这两个名词是 常常用到的梵语称为涅槃，大般涅槃那么中文
翻译的是缘寂，啊，寂灭，啊，这个名词是最常用的。那我们现在想一想，无寂灭也是灭地的名称。名称再多，义理一定相同。我们学习四圣谛品，到这一段快要圆满了。四圣谛里面所说的大致上啊，我们明了了啊，真正是大乘经教里面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也。同样的名称可以用在苦集灭道，四种四谛之中，但是它在哪一种圣谛，有哪一种的意思，啊，代表它这个意思，但是它很奇妙。又能够通啊其他圣谛的意义，这个是佛法微妙之处啊！你要问为什么啊？佛在大乘教里面告诉你，称信啊，信没有分别信没有妄想信没有执着信没有前后信没有远近换一句话说它没有空间它没有时间它是即一即多即多即一它是圆融的它是没有障碍的这些话说的是自信说的是自己呀、啊、这个才叫真实法说自己由此可知大乘经教里面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没离开自己啊，这个自己是真我 啊不是我们执着里头那个妄我那不是我误会了有真我啊，真我宇宙是一体所以和谐一知二起啊！一切众生的和谐是自然的
不是人制作的啊，不是人安排，是自然的。啊，母亲生下他的小孩，小孩虽小，他身体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都是自自然然安排好的，不是母亲心里想的啊，我要怎样按怎样安排，不是的，自然而然的那么换一句话说呢，宇宙是自然的啊，人从出生每一个器官就和睦相处，就互作合作，身体上每一个细胞也是和睦相处，也是互作合作，由此可知和睦平等互助合作是天性，这不是人为的。在佛法里面讲呢，这是性德，随顺性德而不违背，这个人就是佛，就是菩萨了。违背性德啊，怎么违背？我要想怎样怎样，这个我要想就违背了。为什么呢？性德里头没有这个我，你执着有个我，你分别有个我，错了。世尊在楞严会上有个比喻说得很好，他把自信比喻大海，把我们的身比喻成大海里面的一个水泡啊，大海里就起了个水泡了，就好比众生在自性里面迷惑了，迷惑之后啊，执着自性里面的一分，认为这个是自己，啊，这个世尊比喻说，把水泡啊，以为这个水泡就是大海。坚固执着啊，这一执着把水泡误认为是大海，真正大海忘掉了，迷失了。真正大海在不在？在呀，没有真正这个大海的，你水泡不能存在呀。啊，水泡是依大海起的，决定不能脱离大海。这个比喻好懂啊，啊，回归到现实，现实亦复如是，自信就是大海，我们这个身，我们的心啊，能够思维想象，这个心就是水泡，现在我们这个状况呢，就跟释迦牟尼佛讲的比喻一样，我们迷了，我们以为这个肉身，
以为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就是自己。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啊！现在怎么跟你讲你也不会相信，你也不能接受啊！你一定说你在胡说八道啊！你这个头脑有问题啊，为什么呢？你说这个身跟我的思想不是自己，谁是自己啊？自己在哪里啊？还真叫有理说不清啊。啊，能够思维想象跟这个身体，不能说不是自己，是自己的一份。就像我们这个身体是自己，整个身体是自己啊。那现在我们这个肉身能够思维想象是什么呢？是一个细胞，我们身上一个细胞啊。这一个细胞它也是心也是物啊，物呢它是物质，像身体一样。心的是他有见闻觉知，所以他是活的，他不是死的。啊，再说，我们能体会到这一点，才真正明了整个宇宙是活的。不但物质啊，这是有形象的，我们眼耳鼻舌身能接触得到的无非是自己的相分啊，还有五根接触不到的，一根能够感受得到的不是物质，我们今天讲精神。也是自信的一分啊。离开自信啊，事出世间没有一法可得。事出世间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是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的根源一句话说尽了。这一句话诸佛菩萨能说尽，六道凡夫不会啊。不会是什么意思？不能体会但是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啊，他来干什么？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觉悟啊。帮助我们
证明。啊，我们自己要觉，自己要证。啊，我确实很想觉悟，很想证得，为什么不觉悟？为什么不能证得？毛病就在你有急切。你集结，换一句话说，你每一天呢，烦恼在增长啊，增长就是集结。这个事情麻烦透了啊，尤其是现在，确实有不少众生。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我们接触到了，这些众生怎么样？嘿，专门集结一切众生之物，这个情形糟透了。把自己的真心本性变成极恶不善，啊，起心动念专门看别人的缺点。这个就是这集结众恶，把自己的心变恶了。自己的心呢，像个容器一样，装什么东西呢？装一切众生的恶。啊，恶都是有毒的，恶毒啊！啊，你的心里头装满了恶毒，所以。你看不到世间人善这个好处，你看不到，你所看到都是我，你的心变成极恶，极恶果报在哪呢？果报在阿鼻地狱。所以阿鼻地狱不是别人造来给你受的，是你自己集结恶毒变现出来的境界，就像做噩梦一样。啊，噩梦谁给你？谁造了噩梦享受啊？自作自受啊！你要了解这个道理，你做佛也好，做菩萨也好，啊，你做天人也好，做鬼也好，做地狱好，全是自己做的。啊，与别人决定不相干。你要认为啊，我受了别人的影响，啊，上了别人的当，那是你还是你自己错。为什么菩萨能够无集结？啊，无集结就是世间的因与果都断了。啊，世间因果了了。啊，那么剩下来就是经上所讲的唯心所现。啊，他们有实了。设法界里头有为识所变，为什么设法界都没有离开集结？只是集结
对象不一样啊，这个对象呢，统而言之有四大类。有善有恶，善生三善道，恶生三恶道，有净有染，染不能离六道轮回，净呢超越六道。善恶染净这四大类啊，总离不开啊。这里面为了初学同学，不能不多说几句。善恶诸位好懂啊，善恶有染的善恶，有净的善恶啊。也许人认为染只有恶，哪有善呢？有，染里头有善，净里头应当只有善，哪有恶呢？不，净里头也有。你们念过《了凡四训》，《了凡四训》讲这个善恶，有偏中正，有正中偏。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啊！啊，在教学，这个郝老师的教学，恩威并济呀！有正面的开导，也有从反面的提示。正反两面都用啊，正面是善，反面是恶。所以一净呢，染恶都净啊，一染呢啊，这个善恶都净啊，一染是善恶都是染。染净在心呐，善恶在心呐。祖师大德教人从根本修啊，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心。心要纯净纯善啊，到纯净纯善，你所用的握法也是善。接受别人的握法还是善，不可思议啊！这个道理很深很深呐、比如说最近你们看到姜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
你看地狱里面青面獠牙的恶鬼呀，在那个地方刑罚罪人，手上拿着刀，拿着狼牙棒，刀山剑术有点来惩罚这些罪人。这些青面獠牙的这些鬼呀、啊，好像一点人性都没有啊，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那些鬼是谁啊？佛菩萨实现的啊。那佛菩萨大慈大悲，为什么这样对付我人呢？哎，那种对付是大慈大悲。为什么呢？不受那样的刑罚，他业障消不了。啊，业障消不掉，他永远醒不过来。迷惑，不会觉悟啊！啊，必须把他续世的业障消得差不多了，快消尽了，他回头了，他觉悟了，所以恶的手法了，目的是善的。无疑不是在教学，啊，那换一句话说，你的造作，你一定要受报，啊，绝对没有说我一切的造作可以不要受报，没这个道理。唐朝百丈大师的那个野狐禅。这个公案是个很明显的说明啊，你必须要承受啊。因此祖师大德教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可以不谨慎的。啊，为什么？有果报在其中，你逃不了果报。你一念善心，一念善心有善果啊。一个不善的念头，一个不善的行为，有恶报啊。《太上感应篇》讲啊，善恶报应如影随形啊，善恶就好像影子跟着你身啊，你往哪里走，影子总在啊，你没有办法摆脱啊，你能不谨慎吗？为什么要造恶？啊，我可以不造恶，为什么要造恶？啊，我可以不害人，可以帮助人，为什么要害人？啊，昧着良心说假话欺骗人，啊，造谣生事，不知道地狱可怕了，
想想一生所造的，再看看地狱变相图，你将来受什么样的果报？啊，要想远离，永远脱离，不善的生活环境啊，整个六道都是不善的生活环境。啊，天上不是好地方啊。啊，真正觉悟的人他知道除利六道轮回，一了百了啊，真正了脱了啊。那么呢，六道轮回的因是集结烦恼习气，你要想脱离了，要把这个舍掉什么时候学呢？现在就学，这个东西不能等待啊！学得越多越好啊！学习与四相没关系啊？为什么呢？四相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邪念呐，念是妄想啊，这个才是根呐。啊，那个念妄想就是识。啊，这个大经里面讲，为识所变。啊，我的念头变地狱。变恶鬼，变畜生；善的念头变人，变天。啊，那么这通通是缘。如果净的念头呢？净的念头就变声闻、缘觉、菩萨、佛。哎，净的念头。啊，净里头有善与不善。声闻缘觉不善，菩萨如来善，啊，所以你要懂得舍呀，啊，这个东西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你不练怎么能成功呢？啊，舍。不是打个妄想就舍掉了，没那么简单的。啊，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啊，是不是真舍掉了？真正舍了，真正放下了。你跟一切众生自自然然和睦相处，你真舍了，这个人我不能跟他相处啊。那个人呢，最好是远离一点。你没有舍啊，你没有放下了。你还是妄想多多啊，意见多多啊，执着多多啊，真难难。要干不干，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不干那生生世世
无量界有无量界，你在轮回打转了，这真叫苦不堪言啊！轮回到底有什么苦处？你冷静想想你的一生。我这一生从我能够记事到现在，我所过的日子是苦是乐，你能够冷静思维去想想就明白了，这一生太苦了，来生比这个还苦啊！只要不出轮回，佛菩萨给我们说的是老实话，你的生活状况呢，肯定是往下流，一世不如一世，你不可能向上提升。为什么？你没受过好教育，你怎么会向上提升？你什么都不懂，念头错了，思想错了，言语错了，一举一动都错了，自己并不知道错，知道错好办了，知道错就会改啊，不知道这是错误啊，看看说别人都是这样的嘛，那我也是这样的，这别人通通错了啊。现在的人如果说叫你回头，你要是生活在50年前啊，这50年前已经很糟糕了，能够生活在70-80年前啊，像我这个年龄，对，这将近80岁了啊，80岁之前那个社会，你们全都错了。那个时候伦理道德虽然已经在衰了，但是还是有一点变啊，对父母不敢明目张胆的叛逆啊，不敢了。社会舆论会制裁啊，人人指责你不孝啊，现在这个没有了啊。你可以在从前最明显的证明啊，做儿女的一生不敢称父母的名字避讳啊，现在这个没有了啊，这是古时候的礼节表示尊敬啊，帝王对大臣称字不称名啊，字是别号，名一生当中只有两个人能称啊，
一个是父母，一生叫你名；另外是老师，所以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是平等的。从这个地方你能看出来，老师能一生称你的名啊，同学朋友，你在社会服务，你的长官，甚至到过往，都不会称你名，称你字，名字，这是对你尊敬。啊，如果皇帝称你名，你的麻烦就来了。为什么？你犯罪了，你不值得人尊敬，称你名。这个在现代社会没有了，尤其不能姓跟名连在一起称，那这个人是死刑的啊，是最重的刑罚。所以连名带姓称他，这是死囚。你说那个多严重？所以在从前称呼不能随便的，所以现在礼没有了啊。在80年前呢，在中国已经是礼崩乐坏，但是还有一点边缘啊，到50年代已经非常非常淡薄了啊，60、70、80年代没有了啊。这个是在中国接受过中国古文化的人无比的痛心的。天下伤心事，什么是最伤心的？礼没有了。礼没有什么？人不像人了。中国古人所说的礼要没有了，这个世界就乱了啊！历史上称为治世乱世，标准在哪里？礼没有了，这个时代就是乱世啊。中国古人定的标准是道德仁义礼啊，道没有了还有德，德没有了有仁，仁没有了有义，义没有了有礼，礼没有了天下大乱。那么今天整个这个地球社会的动乱啊，我们中国人明了啊，什么原因呢？没有礼礼是礼是生活规范，是社会秩序啊。这个东西一失掉之后，秩序没有了，规范没有了，规是规矩轨道啊，范是个典型，没有了，他怎么不乱呢？啊，这一乱，每一个人生活都痛苦啊，就像车了啊，车行走有轨道啊，像火车啊，行走它有轨道。有轨道很舒畅啊，要轨道没有了啊，车辆多横冲直撞你想这个局面多么可怕
啊，人失去了人的轨道，那跟魔鬼地狱畜生没有两样了。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大家把圣贤教诲丢掉了，啊，认为圣贤教诲是封建时代的东西。啊，是约束人的，没有错，他真的是约束人，约束每一个人都规规矩矩做人。啊，现在这个东西丢掉了，我们每个人要自由。啊，民主自由开放，个个人都民主自由开放，没有上下了，在家庭里头没有父子。那儿子，我跟你一样大，你有什么权利管我？啊，所以变成什么呢？真是古人所说的：父不父，子不子，家不家，国不国。啊，这是什么？这是民主自由开放，人人都一般大。人人都做主啊，民主吗？人人都做主，无政府主义啊！我想怎样怎样，你也想怎样怎样怎样，天下大乱啊！所以现在人集结的心里的集结是不善案的啊，古时候中国自古以来啊，至少有5000年古圣先贤的教学叫我们集结善啊，不要集结不善，这是人道啊，这就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啊，这个教育的效果就是社会安定，天下太平啊，人与人之间懂得理解啊，懂得应该要和睦相处，平等对待，互助合作所以我们要很冷静地去思维，哪一种社会适合我们生存，哪一种社会带给我们真正的幸福美满啊？所以在今天现前这个社会之下啊，什么东西最重要呢？啊，就像一个建筑一样，今天基础的建设工程不是别的，就是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没有安定，没有和平，事出世间法都不能够建立啊！安定和平是从自己内心上建立起孙中山先生所讲的心理建设了，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科目
我们看到这一句，虽然讲出世间的果德啊、果报啊，我们的感受很深呐、啊。啊，这是大乘经，如来究竟果报，我们可以听听，决定得不到。但是从这个名称，我们想到我们的现前。决定不能集结恶的念头，恶的烦恼习气决定不可以啊，那给自己带来生生世世的灾难啊，啊，必须知道都是自作自受啊，不是别人给你。现在时间到了。